们那个去华喀亚出港了，然后现在是正好是在港口的这个进口。然后这船开出了港，然后到处是这个银川。这地方是到处是三文鱼，然后在海里头可以看到这个到处是海鸥、海豹的。然后看那边的冰川，可以看到非常美的冰川。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冰川是非常漂亮的。的一个港口，然后我们去华喀亚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待会儿划的那个舟船，看到非常漂亮的像水泊山水画一样的那个城市。可以看到这边山上的到处都是冰川，可以看到这个。好了，我们船开起来了。